各位看到这么大的箱子，知道我们要开箱什么吗？肯定是不得了的家电呐、啊！今天是要开箱最新款的免晒衣的干衣机耶！说到洗衣服这回事，我们家呢可是 LG 的使用者 ，Twin Wash 不知道用几年了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准备一个超大的礼物呢，要送给我的婆婆。因为婆婆呢，她都习惯洗衣服跟烘衣服要分开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就帮她买了一个超级大，我们自己最爱的品牌 LG 啊。那我稍微讲一下啦，其实最近啊，不管是我妈我爸、啊、在使用他们上一台干衣机啊，它是电热式的，其实电热式的、啊、真的很容易衰竭、嗯。到最后啊，其实我爸、啊、跟我妈就常抱怨说，就是烘不干啊，要不然就是不够热啊，而且衣服啊，如果真的太热，又会很干很干。所以我们这次是全新款的，不一样。先开箱，再跟各位介绍。直接开一波，这台看起来不得了哎！师傅被你放在旁边，你要不要来教他开一下？师傅这种安装的事情就交给他了，这我没办法。哦，师傅在麻烦你，谢谢。哎，你帮忙一下啦，快点！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师傅加油！不是在旁边加油而已啦，你看人家那么认真。有有，我拆一条绳子。哇，打开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师傅走了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哇，很漂亮哎，白色的哎。我跟你讲，家电呢、啊，这颜色看起来就很干净。那师傅，你不要帮他、啊，等一下他就会自己翻上去，没有问题的，真的。不可能，我们就放这就好，我们先走喽。好啦，这种事还是交给我好了。我等一下会抬底下。你会抬底下？要先上去那个。师傅，我没有要帮你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那走。他来乱。走，我要谈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先。对不起，我第一天上班，我要被 fire 了吗？来，先下哦。哦，可以。我抬起来，等一下上后面啊。好，来。哦 ，OK。你的 OK 听起来不怎么 OK。师傅，我到这边可以下班了吗？不，要上去啊。要上去哦，很远呢。没办法，不上去我们两个就不能下班了。笑，这边给你，你放着。我进去，可以吗？好。师傅说剩下给他。哎，你刚看起来很吃力，快把这累死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台晒衣机呢？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呢，它只要110的电插上去，马上就可以用了，不用接排风管，也不用跟瓦斯连在一起。非常的方便，所以像我们家是旧的公寓，这样子安装起来轻轻松松，师傅也来擦擦擦就 OK 了。其实我们很喜欢 LG 啊，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觉得它的 Twin Wash 真的非常好用。师傅，我问你哦，你安装这么多那个洗衣机，现在目前装最多的是谁 ？LG 啊。听到了没 ？Twin Wash 真的好用，然后我们没有乱讲。师傅说安装最多的就是 Twin Wash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刚才偷偷问他，这一台新的啊免晒衣干衣机啊。最近也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哎。如果像是你个人习惯是洗跟烘要分开，这个是非常好的选择，因为洗归洗，烘归烘，两件事情可以同时一起哦。好啦，师傅已经安装完啦，它的外观你感觉如何啊？不觉得很漂亮吗？白色的真的很美哎。哎，我觉得使用起来直接变贵妇，怎么办？不要送芭拉，搬到我们家好了。不行，太重我搬不动，你留着就好。它这个也是可以放在室内的，因为它没有什么热气。我觉得很棒耶，你看这个看起来很高级耶。这一台真的很大，它有到16公斤，它其实是 Hip Hop 厨师式的晒衣机，全家大小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一次丢进去，而且重点是你洗一次只要5块钱，超级方便。根据我的理念，要买就要买最大的。没关系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先试用啊，用一个礼拜之后呢，再跟各位做心得的分享。哇，亲爱的，使用了一个礼拜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心得分享啦。我决定接下来我要每天来我婆婆家报道。哎、欸，我先跟你讲，真的非常的安静，它现在是有在运转的状况下，外面的声音比这台洗衣机的声音还大非常多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要放在室内，你也不会觉得它有太大的噪音。对，没错，而且啊，它有这个集水壶啦，就是你也不用再另外安装排水，真的非常的方便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心得吧。经过这礼拜使用，先来讲讲我最在意的东西。其实啊，一般妈妈最在意的是什么？大概就是
大量的衣物跟寝具，这两个东西非常难洗。有时候外出旅行，一大堆衣服，或者是像小朋友，像悠悠会过敏什么的，那寝具都要常常更换。像这一台免晒衣机就非常的合适，我们只要把所有大量的衣物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寝具直接丢进去，这样子呢，你就不用再拿出来晾，也不会有二次的污染哦。没错，这真的是一种健康干衣的新概念啦。欸，除了上面这些功能啊，你还喜欢这一台免晒衣干衣机的哪些功能啊？寝具呢，当然也包括了棉被跟枕头。那像这些东西呢，真的非常难洗。可是这台呢，免晒衣干衣机，它有杀菌、形成以及双重极细密滤网两大功能。杀菌形成可透过中低温杀菌，有效消除 99.9% 的居家尘螨哦。像是棉被啊、枕头啊、羽绒衣啊，也可以滤掉很多棉絮跟毛发，这样就可以做到二次清洁。二次清洁，一层再一层，很重要的啦。好了，我们的娃娃也用了它轻拍除尘的功能，也好啦。把它打开。欸，其实这个很方便。怎么样？像家里有一些沙发、抱枕啊，跟娃娃都可以用它轻拍除尘的功能啊，透过温风啊，还有反复的拍打的方法啊，去达到除尘螨跟毛絮的效果。你不要是抖它啦。你先等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它的毛又恢复了年轻的时候了？感觉像真的看到它本人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它本人。I never thought breakups were pretty.欸，这种除湿式的干衣机啊，真的比传统的电热式啊，真的省电很多。而且啊，它烘出来的衣服啊，相对蓬松柔软呐、啊。就是蓬松啊，不是你啊，对啊，是真的。因为其实这几天啊，我们都有叫我爸跟我妈心得报告，请他们觉得烘出来真的比以前真的差非常的多哎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使用这一台的心得分享，真的很让我意外啊，因为我没有想过 LG 有这么新的概念。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说，就是这种干衣机都是很耗电的、很热的、可是其实它就是像一台除湿机，它不太会发热，也可以放在室内，我觉得是真的很棒啊！分享给大家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。那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点都会发布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啊？遥控器，这真的很好用，真的很好用哦，很好用。说我漂亮，毕竟就像这么高嘛。按遥控器，就是他刚才那个按钮是说叫你说他漂亮，说我漂亮，啊，人家搞不好的老婆，人家搞到上班，对啊，下班刚刚没乱，好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